就是感觉中午的时候太阳晒在腿上就跟烤一样，就是火辣辣疼，然后感觉以前没有这么热。我头几天就觉得老是瞌睡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动不动就瞌睡。我跟他们说，我怎么老是瞌睡呢？就是我说下班就睡觉，我这已经睡了2天了。上那个门口那儿去录去。